每一个人来到这一世，都肩负着自己独特的使命。一连三班战士五八一自愿参加任务，请指示。我似乎看到一条通往死亡的道路，但是年轻的我们必须义无反顾。东经七十八度，北纬三十八度十四分，发现不明生物脚印。五百亿，你能听见吗？